今天下班就把快递拿回来了，给你们看一下买了什么东西啊！给你们看一下我买的是啥，高跟鞋，这个好看吗？之前也有一双这样的高跟鞋，不过，已经卖掉了，所以这个是刚买的，才拿回来，给你们穿上，穿在脚上，你们看看好不好看啊？好了，穿好了，好看吗？这鞋跟有10公分高吧，差不多。漂亮吧？看了。吃饭喽，把菜都炒好了，快来吃哈。个苦瓜炒肉，妈，快来吃饭喽！菜都炒好了，今天这个太辣了，呛人了，炒的糯、啊。来来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小姨，30岁了还嫁不出去，天天在这里做饭烧火，也没个男朋友的。你看，妈过来吃饭了啊！我饭都煮好了，土豆丝炒肉。快点请我妈过来吃饭哈。